如果上天有旨意，我想那一定是你。当慌乱的心慢慢平静，当你看着我眼睛，像寒流汇入海底，像花儿开在春风里。你想问我咱们看了《流沙》之后，觉得这部电影是看完之后是什么反应呢？是有什么想法？我还没有做完。但是是一个讲四川的故事。对，觉得挺好看的。有没有看到熟悉的场景？反正四川哪里都拍了很多成都的景，对吧？你最熟的是哪里？最熟的是甘孜。到时候里面可以看到很多四川的美食。对。你最喜欢吃四川哪个？最喜欢。你看，进入我们那个火锅里面，在剧里面叫歪门火锅。考你一下，歪门火锅是什么？你作为一个四川人，你不知道歪门是什么意思啊？想一想，歪门，你说四川歪门，歪门。我做真的假的？